是你妈妈带着七个孩子一排，最小就是你，很小嘛，四岁吧，站在最后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不愿意说，觉得挺惨的。长大事儿去了，带着这几个孩子想当先师，一定要继承啊丈夫的革命遗志，做好工作，要把孩子呢抚养成人，抚养把他们抚养成长大。我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哎呦，是吗？是吗？小时候太小，好多事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好多事不知道，是吗？王婶，你哭了吗？是。安定医院是吧？那个说是神经病的，他这一趟到苏联去了。你不是要说他吗？说你神经病，先说你神经病。那么他们几个就用最后的一个力气就在那块挣扎，就是作为一种反抗。就是王佩英并没有参与，我觉得并没有参与，我觉得他就是他们王佩英骂的，王佩英就是说，这个沙发客栈。